嗨，我第一次看他们这个组讨论，之前都是这样。喊周杰，小春哥，你就把空填了吧。好。哎呀。哇哦！哦，果然是。哦。大哥就是大哥。我想他要他的经验值是他要第一。哎，等一下，没对。哎喂。啊，故意的，故意的，啊，故意的啊，戏很足。你给我玩一下可以吗？可以，随便玩。你不是商量好才出来的吗？怎么出来还没想好呢？我搞了，你搞完人家不给你换啊，自己忘记了，最后。哦，希望上半场压轴是。往事只能回味。哦，可以。那上面他们上面都是 vocal 吧？都第一场不对了吗？好，下半场他们的选择是。哎，不，这不行，他现在只能他现在动了两个了。哈哈哈！他换了一个就推下来。哇，你们中间不休息啊？上半场最后一个，下半场第一个。你不要乱来啊！不要乱来，只能换一次哦。没动两个，没动两个。好 ，OK。七、六、五、好 ，OK， 是。慢一点。年纪大了。就是原来我落下的这个病根，我觉得就是原来擤鼻涕擤太用力，我用力过猛的话，毛细血管就破裂。我就劝大家以后不要用力的擤鼻涕啊，就不要太。我原来就这样擤鼻涕。峰哥怎么这种表情？好厉害！哟，这几天被这个声音疯狂洗脑。我听着声音来的。坐坐坐。放肆。回房吧，我上从头到尾听一遍。瞠目结舌，真的是瞠目结舌。听完了以后就觉得好听，又想听，又想听。悟空，哎，我们要快点，我们要去看悟空呀，对不对？是呀。哦，对对，好，下一个问题。那我们同伙里面，你有担心的哥哥吗？没有。下一个问题。我们真的得走了，哎呀。我们单纯试音啊，单纯试音，来音下。七哥，你这个衣服拉下来一点，这个你这个戴在脖子上会可以吗？好看吗？好看。我觉得真的好看吗？真的，有点立体。我看一下，好看。你的眼睛飘了别的地方，然后再回来，我觉得你可以固定一个视线，要不然就不做。对，你的麦完全挡住，到你鼻子都看不见，小小的一个弧度，这样。对。错了。啊，哎，往后，对。搞定吗 ？OK， 咔咔咔，等一下。太难了。好，感觉还没有入戏。嗯，还不够。嗯，感觉还不够。嗯、我会再练习。再练习 ，OK。其实，
我只是一个特别的不自恋的人，对，所以那个事情对我来说是有难度的，可能也是想太多，然后就会心里就会变得比较机器化。表演的时候，在我心中始终不是一个在玩的事情。其实他只是忐忑，怕自己做不到最好。我作为他兄弟，我一定是要帮他去尽量去解开那个东西。用一句话说，我能当一个止血贴。我觉得我不会担心，而且我觉得你根本不用多想，因为我们都是最棒的。OK， 谢谢。志玲哥，一定可以。你先出去跳一次。你可以的，我能够掌握的，我能够掌握的。准备。那天老师就说了嘛，脚往里，屁股是这个样子的，是这个样子的，嗯啊，对，很享受一个居家的状态。No， 那你又来？我不会。笑笑笑笑 ，sexy， 不错呀，我在干嘛呀？这句台词我明天一定会记住，对不对？那个，赵胜您 ，yes， 原来是这样的。只有我帅啊！我当年拍《射雕英雄传》的时候，布瑞吉才一岁，1994年，对，1994年，只有我帅啊！一起，我们一起来，我们都来，这就是我们的 X partner， 准备好了，年纪增长，样样难，好。你高到啊！啊！梦里有兄弟的鼓励，太赞了！今天晚上在房间，我们一起这样，一起这样好不好？陪你练，陪你练，我待会出去这样走。啊！明天你肯定会做到，我觉得我一定可以。对，还十分的可爱，你做那些就很有点，而且大家其实想看到你，真的。我觉得他很好，而且就是很懂事。虽然他已经27岁，然后已经结婚还有孩子，可是在我的眼中，他就是个子小小的，很聪明，很得体。我就是想跟他说，你可以做我的干儿子吗？现在还在被裁说，想找他Prince 可以做我的干儿子吗？可以啊，对，我觉得这个属于掌握在他二十二秒，真的生在他后面。是啊，志玲哥，你只比我爸爸小了1岁，小熊哥还比我爸爸大2岁。对呀，你跟那群叔叔在一起玩，你知道吗？很喜欢你们。谢谢哥，谢谢哥，志玲哥，这个干儿子我当定了。你干爹谁啊？冲着你赢啊！张志霖。我不会，这一刻不哭。很久，好像没有试过，给自己鼓励。哎，我是可以的，多鼓励自己。小白随时随地都是这样。小白来一个，小白来一个。我说实话是对的，真的。李承铉哥哥，承铉，来，你来，你来。好。
Just carry on。我想看静哥的，我想看。我告诉你，我进入状态很快的。来，音乐。金哥一定要把这个情绪得教我们啊！他连续三十分钟，真的，金哥练的最小的，他现在马上去舞台都没事儿。主要这个张娃太狠了，要不然怎么敢来这个节目？呼，金哥是我最大的一个惊喜，这个舞蹈他消化的太好了。金哥，我想从你这边学一点怎么弄的。我没跳过，我只是。凭在电视上看着印象去找那种感觉，因为那个百老汇的他们可能是上半身会放得很松，他们是有松和紧，就是比如说这哒哒哒哒咚咚哒，我在笑我。太 crazy， 完了。金哥的性格他不是那么严肃的，他也是有很温暖很可爱的一个部分。为什么你们安排一个最高的给我在旁边呢？等等等等等等，这才好玩。我觉得走节奏是比较符合视觉观感的，来吧，走吧。爱是女生的吻，只有你爱被宠爱完。卓哥这还得练一下，再来一个。嘣，你爱被宠爱完。我只能让这个肌肉形成这个统一的记忆。行，咱们形成记忆 ，one two three four， 嗯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，嗯哒嗯哒哒嗯哒嗯哒哒 ，yes， 嗯哒滴嗯哒哒嗯嗯 ，yes。云迪在教我的时候，通过这个意念也好，感应也好，传达的这种东西给我，我去感受他的东西，瞬间拿来碰入脑，叫他形成短暂的肌肉记忆，这个对我帮助非常大。